院长他卖手机，上次在发表会操作手势操作的时候，因为是用单手，那可能显得有点不太顺畅。那这里我就用正常的双手来示范一遍 iPhone X 没有控件之后怎么用手势来操作。好，我们最常用的第一个是在任何时候想要回桌面的话，就是从这样子往上一滑就可以回到桌面。那还有怎么切换到多功画面呢？就是比方我现在正在用这个功能，然后一样从底部往上滑，但滑到中间之后稍微停一下之后，就可以出现这些多之前曾经用过的程式。那其实这个画面是可以一气呵成的，也就是说你这样子拉上来之后马上滑就可以切换。好，那如果你不想要交出每一个程式的画面，当你在用任何一个程式的时候，直接在底部左右滑动，一样也可以切换你曾经使用过的程式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上面，在从右上角往下滑是可以叫做控制中心。好，那从左上角往下滑就是可以显示控制。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有人说，那没有控制之后切结图啊，或是需要按键的功能，只有这个项目可以实现深度的。我们最常用的当截图就是按住电源键跟音量上，同时按住之后就可以截图，而且你可以发现截图上面这一块就是它其实是完整的，它这边并没有这一块，就是截图的部分。那如果是要开启 Siri 的话，就是长按这个电源键就可以启动。我们试试看在从休眠的时候按住电源键，在休眠的时候按住电源键一样也可以启动 Siri。但是这样子我要请工作人员帮我解释。那关机的话呢，就是按住电源键跟音量键任何一个，然后同时长按。而且可以看到，就是连 SOS 紧急联络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启动。然后左滑这边就是我们手机的关机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功能是有时候我们在我们拿出，因为 iPhone 8现在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在 iPhone 8上的 Home 键上面点两下，然后让画面缩下来。那在 iPhone 键上呢，我们首先要到设定辅助功能里面打开这个便捷访问。不过繁体中文的这个界面叫这个功能叫做单手操作。我们打开单手操作之后呢，在也是在任何一个画面，然后在屏幕底部这样往下滑，它就会缩下来。好，这些就是以后大家可能会经常用到的一些手势操作。谢谢。